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今年44岁，我是在乌鲁木齐。我的问题是我的脚麻痹很久了，我吃了什么都吃不好。后来半年前我的表妹介绍我吃这个 SNE 产品，我就开始就 try 一下试一下。开始我吃了一个星期，我整个狗唇全部破裂，晚上睡不得。后来我就问我表妹怎么会这样的反应，她讲你继续再吃。后来我继续再吃，就慢慢就改善没有了。还有我有一个那个口臭，我有个口臭很严重，我服用了这个 SNE 之后，他的口臭就慢慢改善了，脚臂也是开始没慢慢改善了，没有这么严重了。你这个脚麻痹哦，有7年这么久哦，你是什么情况之下造成这个脚麻痹？因为我就是做这个好像是杂货店，是整天要跑很一天早上跑到晚上，又拿重的时候，有可能伤到那个筋了。然后你有去看医生啊、推拿之类吗？有没有？有，但是也是没有什么效果。中医西医都有看，有吃药，但是他也是不会完全好了。那么你这个口臭的又是怎么造成？maybe 是那个肺的关系了，因为我去 medical check，我的肺有一点问题，因为它有很多毒素排不到嘛，造成那个口臭咯。不过自从吃了这个电击的话，它会比较没有这么严重了。这个口臭又多久了？也是，也是有两三年了。也是有两三年哦。好，这个口臭可能是肺部的毒素造成。那么你开始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反应吗？我服用了一个星期，就是那个口唇哦，整个口唇烂到完。口唇发干，那么脚呢？那个脚脚也是，好像抽动一直，好像人家我们讲有抽的。那么这个持续多久啊？这样的情形？差不多整个月这样了，整个月，慢慢慢慢就没有了。